volunteering. I try to help those people who are dying alone. 请问你来武汉支援多久了？3周了。大家好，我是曹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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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2009年7月，时年59岁的盛海林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做试管婴儿手术。为了给怀孕做准备，早已绝经的她开始连续100天，每天吃药打针调理身体。马上，药物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开始吃中药，开始吃各种滋补品，恶心，胃口差，浮肿、腿疼、抽筋，我全都有。再痛苦、再难过，一定要让自己身体慢慢好起来。经过3个月的用药调整，盛海林身体的生育机能奇迹般的复苏了，甚至月经也恢复了，这让医生们都颇感意外。当我一来月经以后，我痛哭流涕的到超市去买卫生巾，你说我怎能不难过？我知道我这是药物催的，催不好我就得肿瘤，60岁还要重新去来月经，重新孕育孩子。我不跟任何人说，我自己心里都尴尬难过和无奈哦，心酸哦，心痛哦，难受哦，我不该过这样的日子，我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是现在命运就把我逼到了今天，我一个人和命运在抗争着。在60岁的时候怀孕，这位创了全国纪录的高龄产妇让所有的人都不禁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让这个女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做一个母亲。盛海林1950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学医学进部队医院，恋爱结婚，她的年轻岁月一帆风顺。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身为军人的盛海林夫妇俩自然是更加严格的响应号召。他们年龄相加55岁时才结婚，而盛海林第一次怀孕时也已经30岁了，在当时可谓晚婚晚育的模范。一家人都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生命的到来，但没有想到盛海林却遭遇难产。当时来讲30岁以上高龄了，孩子出不来，疼得我呀，除了惨叫就是牙关紧咬，浑身在那抖，他们几个人就抓着我的膀子和腿啊。生孩子以后，我的奶管堵塞，硬是用东西去刮、去拔，把奶管子拔通，淋巴结肿大，受的痛苦、受的罪，简直就不要说了。正是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苦啊，我的孩子来着那么不容易啊，我怎么能不疼这一个孩子？女儿婷婷的降生给盛海林的天空又增添了一抹亮色，家里从此有了孩子的欢声笑语。盛海林更是视女儿如掌上明珠，乌黑的大眼睛，皮肤雪白，鼻梁高高，嘴巴通红的，尤其在灯光下，她对着眼睛啊乌黑发亮，水汪汪的，就好像里面有油一样的，有水在里流动。
他的白眼珠子不是白的，发蓝，淡淡的蓝。所以我这个女儿呢，就一直是我搂在怀里搂大的，一搂她，我怕她冷嘛，把她搂着，搂着她小肚子，她就把脚很自然的就翘到我肚子上，两个膀子呢就一手一个抱着我脖子，就像个老猴子带个小猴子一样的。她曾经讲，妈妈，我有搂搂病，我最喜欢你搂着我了，我走到哪里身上都有妈妈的味道。所有的人都说，这孩子怎么找不到缺点呢？长得又好，又可爱，又乖巧，这个成绩怎么那么好啊？他的字写的啊，还有他的拼音字母写的像刀刻一样，就是印刷版印出来的一样。婷婷一天天长大，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乖巧、懂事的大姑娘。之后，她进入军校读大学，毕业后进入理想中的省图书馆工作，而后又嫁给了一个军人，这一切都顺风顺水。在盛海林眼中，女儿是她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我曾经跟女儿讲，我女儿啊，妈妈就是个梯子，你想要什么，妈妈就给你往上，给你搭上去，就帮助你。我的愿望原来一个个都实现了，我过的生活应该是相当的安逸了。我的晚年的生活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就准备正式退休过以后，我们一起到国外去转转去。时光飞逝，2009年的春节即将临近，那一年盛海林即将退休，29岁的女儿婷婷新婚燕尔，生活中的一切都如此美好顺利，盛海林的人生几乎是完满的，她憧憬着更美好的晚年生活。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却将这一切都击得粉碎。2009年春节，女儿婷婷要和丈夫回安徽池州婆家过年了。临走前的场景，盛海林至今都历历在目，无比清晰。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说女儿，我给你梳梳头吧。哎呀，一面梳着一面讲，我说你小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光头，没有头发，两三岁人家都把你当儿子，说这男孩子长得真可爱。现在长了这么黑黝黝的头发，穿的衣服呢，那个大衣呢，是个法国的样式，呢子的，中间缩腰。裤子呢是直筒裤，上面绣满了花，越看越美。女儿说：“妈妈，再搂三下。”因为我和我女儿，无论离开家上学的时候，无论到哪里去，我们有个习惯性的动作，搂三下，现在斜着手每个胳肢窝里搂两下，最后呢再挛腰抱一下，脸呢碰一下，这样搂的时候还要喊嗨嗨嗨三下，走吧，走，两天后就回来，我到家以后来电话啊。新春佳节，人们享受着假期。正月初六的清晨，盛海林和丈夫刚起床不久，电话突然响起，原来是女儿婆家从池州打来的。电话里传来一片哭声，老两口慌忙赶去医院，才得知女儿女婿双双煤气中毒。有个人躺在那里，一下扑过去掀开一看呢，被子上，女儿的身上到处都是鲜血，脸上表情很安详，就跟睡着的一样，就像个雕塑一样躺在那里，头歪着，真是没有温度，冰凉冰凉。他爸爸说：“怎么都是血呀？这怎么烂掉一块？只有我明白，一氧化碳中毒的人，血是不凝固的。”心脏停跳，他也做电击，让心脏复苏。这个电击是很恐怖的呀，你知道吧？
他打他的时候人是会整个跳起来的。在人生最完满的时刻，在一年中最祥和的春节，盛海林夫妻却突然面对女儿冰冷的骨灰盒，无情的命运将他们瞬间击碎。盛海林把女儿当作是上天送给自己最贵重的一份礼物，29年来，女儿都是他快乐的来源和精神的支柱。为了女儿，他甚至把身后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的新婚的房子是我一手操办，给他安了急救铃、煤气，各种的铃声都告诉了他，而且跟他说，如果你回到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和女婿一起进去，要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尾随着你。我又给他买了一份保险，女儿，你退休以后爸爸妈妈不在了，我们给你买了这么多保险，能保证你每个月还有富足的生活。还有爸爸妈妈，给你买了压箱底，你的婚姻的嫁妆，给你买了金块金条。还有呢，爸爸妈妈如果死了，你不要买墓地哦，要花很多钱，你就把我们海葬当时200块钱就够了，你要舍不得父母亲，你留一点骨灰种在花盆里。没想到我女儿最终死在我前头。在无尽的绝望当中，盛海林夫妻也曾几度试图自救。他们计划变卖家产，以女儿女婿的名字捐助希望小学以示纪念，而身边的亲友们更是关心他们。为了让老两口尽快走出来，战友们还安排了他们去厦门疗养散心。那个风景好像与我无关，走到哪里，女儿的思念和女婿就在我脑子里，走到哪跟到哪。我不喜欢看天晴，不喜欢看太阳，我喜欢下雪，喜欢黑夜。我不能听到人家喊妈妈，看到街上的女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都没有我女儿漂亮。用尽一切办法，盛海林还是无法从绝望中走出来。作为一个曾笃信科学的医生，他皈依了佛门。此后他买下了仅靠女儿墓穴的一处阴宅，准备自杀之后在来世尽早与女儿相会。行事之前，他走进寺庙，将心事告知法师。如果我死了，我能见到我女儿吗？他们说见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形同陌路，各自投奔人生了，见不着。让我女儿重新回到我身边，因为我梦里头一次次看到我女儿回来，他们说她是灵魂回来了，向我求救，我要拼搏一下做试管婴儿，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我一定都会成功。可能在冥冥当中我就能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女儿的人生呢就要分为两节，我就这样认为的。当已经60岁的盛海林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时，震惊了所有亲友，也没有得到患难与共的丈夫的支持。女儿走后，丈夫通过整日酗酒来消解伤痛，他觉得盛海林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盛海林心意已决，他给丈夫下跪，甚至以死相逼，终于征得了同意。2009年末，通过试管婴儿培育，盛海林奇迹般的怀孕成功。但对于一个60岁且被晚年丧女之痛沉重打击的老人而言，10月怀胎是异常艰难的。盛海林经历了大出血、浑身疼痛和身体浮肿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痛苦折磨。本身吃药就有风险，药的毒性
肝肾的损害、致癌，还有他的各种什么抽筋啊，啊，食欲不好啊，浮肿啊，体重增加呀、啊，肥胖啊，或者是消瘦啊。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死亡啊！因为我太喜欢我女儿了，我希望从她的身上我重新再培养，那我就自己去拼一家伙，而且拼，我不怕死，不怕疼，而且拼一下，说不定，而且是和我爱人的孩子，我的女儿还能回到我身边。2010年5月25日9:05，在合肥，60岁的盛海林产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都是女孩。盛海林给他们起名智智和慧慧。现在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能看到大女儿那种生命流淌的感觉吗？绝对啦，绝对有啦。两个孩子也很会讲很心疼人的话，爸爸妈妈我爱你，然后做各种像小飞机一样的动作，然后妈妈你把我养大哦，我以后把你养大。孩子们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可能是对你现在一个疲惫奔波的人生一个很大的安慰。给我更多的是责任大于快乐。生活的压力很快将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冲淡。60多岁本来是需要被儿女照顾的年纪，而盛海林夫妇却要重新承担起新的四口之家的重担。原本生活忧郁的他们也开始尝到了焦头烂额和钱不够用的苦头。在智智慧慧未满100天时，盛海林就重操旧业，全国各地奔波外出挣钱，几乎是上午在路上，下午赶到目的地做保健讲座，晚上再飞回，第二天又是另一个城市。看到别人花前月下，天天晚上老头老太太在那健身，推着身子散步，我不看，我不去攀比，我的人生就这样了。现在有的时候跟这两个女儿呢，只是想，我有时想了会心酸的，她将来会不会埋怨我，她会不会怨恨我，她会不会我们走掉了以后他们一下孤苦无依。所以面对这样的人生，第一我要好好活着。过去我从小信奉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我信奉的是一不怕疼二不怕苦，第三我怕死。2020年6月，盛海林的双胞胎女儿出生10年后，我们再次与她取得了联系。最大的变化是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家里的满满的笑声。那个他们这个班里的群里的很多家长，一听说一时还开不了学，就叫疯了，叫神兽，这些孩子们叫神兽，造反。玩啊蹦啊，家里乱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对您来说算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对，我就讲了烦恼中的快乐，烦恼与快乐同时进行。两个女儿开心的要命，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呢，一点不感到寂寞，也不感到孤独。2个月，整整2个月啊，连门口都没出过，我们住在6楼啊。所以说呢，我们几乎全部住在家里。结果发现了一个现象是，阿姨长得胖了8-9斤，胖的呀不行，两个女儿也长胖了，也长高了。哎，我就天天就操持他们，乐此不疲。过去没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来朝夕相处。没有，将近10年没有过。由于疫情的原因，人们被困在家中，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对于已经70岁的盛海林来说，这样的改变还要更早一些。2019年6月，
小女儿因支原体肺炎引起了胸腔积液，入院治疗了近两个月。盛海林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讲课挣钱。到了八月，他也因为疲劳过度晕倒在街头。躺在病床上，盛海林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未来的生活。最后终于我在去年也倒下去以后呢，让我好好的反思了。我从现在开始写，我也七十岁人了，我呢回归家庭。原因呢，就是因为小的生病和我生病，这两场大病呢，让我感觉到呢，加上疫情死掉那么多的人呢，对不对？就让我感觉到活着最重要，亲情最重要，家人在一起最重要。那总结回归我去年为什么孩子生了那么大的病，我为什么得那么多的病，原因还是各种外面忙碌啊，疏于对孩子的照顾，疏于对孩子照顾，各种问题的积累到一起压到我一个人身上，终于把我也搞倒了。再多的钱也怎么用，对不对？所以说呢，促使我呢，现在我绝对不会像过去那么去拼搏了，不会去拼了。所以说我跟别人是怎么讲的呢，我说2019年是我的家难，2020年是国难。这个家难和国难连在一起，国家都有难，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健康有多么的重要。如今盛海林的两个女儿已经十岁了，今年四月末合肥市学校复课，智智和慧慧也回到了他们所在的寄宿学校上课，每周末回家。许愿，五月份也是我女儿十周岁的生日，又赶上5月10号是母亲节。安徽省的媒体、报社、电视台，很多的记者都冲到我家里来，我都给累的呀，就问到我的未来什么情况，孩子十岁了，你谈谈你的感想，你现在对这两个孩子和你过去的孩子，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吗？你忘掉了过去的孩子吗？我说不可能忘的，大女儿的活着和我现在这俩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天地。哎呀，他们好难过，说妈妈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莹莹姐姐好吗？啊，最后就到墓地上去看嘛。看了以后呢，他们很难过的，经常会讲，妈妈如果莹莹姐姐还活着就好了，我们还有个姐姐。我说姐姐要活着就没你们两个。那为什么呀？那就这样好了，先把我们两个生下来，把莹莹姐姐放后面生。要让我这两个女儿有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我要活到多大呢？要活到104岁。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山。
美。今天来到这里看到盛妈妈，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妈妈本身也是一名高龄产妇，所以今天特别有感触，就想说，我们住过最贵的房子是我们妈妈的肚子，所以说想对盛妈妈也对天下的妈妈包括对我的妈妈说一声谢谢。对，我出去上研究生的时候是出国上的，然后我父在北京 T3 机场那天我母亲哭得不行，然后我走的时候就是过那个 T3 的闸门，我就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我一回头我肯定会哭得不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却在调侃我父亲说你走之后说你爸流眼泪了，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相互扶持，这样一个家才能过好。谢谢。我觉得他特别年轻就生妈妈看着，然后其实按照他这个年龄，70岁吧快，其实是一生他应该在开始回忆自己这一生了，但是在我看来他其实有两生，就是他第一段人生是在他大女儿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截然而止了，然后之后这一段应该说是他第二次的重生吧，然后我看到的是一种特别强大的生命力，就是他这种就是跟这个命运去抗争，然后把他的女儿就是这两对双胞胎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他生下来，然后养育培养成人，然后想让他以后去怎么陪伴他这两个小孩，所以我就是感到特别震撼，然后就是也给我们年轻人有很大的一个启迪，就是说一定要就是一直保持这种就是像盛妈妈这种乐观的坚强的一种意志，就是好好的生活下去。